台大。啊，哎呦，高材生，变成这样，怎么了？兽医系，兽医，来到兽医系，我们最畜生了。哎哎，我其实啊，谁这么快把你绊倒？这不是兽医系，这是偶医系。哎呦，哎，课本，哎，书书，哎呦，我以是我上一课的那个，我们来对镜头回眸一下一下。短发，班长清新，很清新哎，哎哎，起立，立正，敬礼，班长好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你们真的是有眼光。怎么了？怎么？哎，台大，哎呦，高材生，变成这样，怎么了？兽医系，兽医，来到兽医系，我们最畜生。哎哎，我其实哦，对不起，这些畜生，他们最近都感冒了。你在干什么？那是狂犬病，那狂犬病，我们把它开。啊什么？好，哎，他说安乐死。哎，你好，那个什么星座？双鱼。双鱼好，双鱼好，他讲话就很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很稳。是，对。这样，你现在是台大兽医系毕业了没有？还没，还在念书。你是很喜欢动物吗？对对。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？狗。所以我刚才汪汪吗？不是，可不可以再特别一点？特别一点吗？蛇。我不会怕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。我们男生有一只真的我们不是很熟悉的犬类或者猫，我们都接近它的都会有一点恐惧性。你不会怕吗？有危险性？不会，是我的手上还有真的。你看都是有蛇，好有。因为你看这个啊，你看这个，真的抓伤哦。不是，这是武士刀砍的。哎呦，叫人这样。哦，真的，你现在不会怕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还好，我没有什么。因为说真的，像我们男生，有一只真的，我们不是很熟悉的犬类或者猫，不太，我们都接近它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点点害怕。你都不会啊？不会，我反而就是像朋友这样。他动物其实看到我们这样，他其实也会放下戒心。是哦，对。哎，把我那只獒犬牵过来，直接磕掉，吃生肉。请看照片。哎呦，北一女哦，北一不是小绿绿，台中女中。哇，台中中。喂，你们那你们同乡里面最高学府？哎，真的哎，你在高中的读的是？台中高工啊，也很好，也不错了，也不错，但是高吗？对对对对，你看他，那水沟高中吧，没有水沟高中这种啊，看起来像水沟里读书的。下一张，哎呦，你这个性格，谁这么快把你绊倒？这不是兽医系，这是偶医系。哎，这种下流话你好厉害。哎呦。这是你吗？哎，这个是，这是哈利哈刚被戏。我也要这么一家话，真来一笔，真来一笔。这就是你是外拍吗？不是，这是男人帮的照片。他很像那个陈廷敏。我刚以为他讲什么，这不是，这是男人帮我拍的。你真的好漂亮。你看三张，三张完全不一样，风格。三个有玩命关头。今天来到这边第四个感觉。真的真的，身材很好啊。请问你第一次初恋是什么？国中的时候，你怎么国三没有啦？但那个初恋其实也还好，因为我们就是专心的读书，没有什么。别太客气，你文武兼备，是文武兼备。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初恋是比较聊得来的男生，对对。有没有小指头勾小指头？没有啦，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打嗝了吧？有没有假装看书的时候故意用手指头碰来碰去？如果我们位置坐很靠近的话，他就会常常转过来丢东西，这样，不然就是会故意把我的书弄倒，然后再哎，我帮你捡，我帮你捡，这样。哇，调皮的小男生。哎呦，所以你喜欢调皮的？你还不错。哎呦，你哎呦，怎么想到初恋样子，开心了啊！初恋真的开心。那你这个学生时期约会时间有限，对，为什么有限呢？这个？因为我在台中公车超难等哦，对，然后十点就没了，离峰的时间特别长，对，然后末班车就是十点，所以十点就末班车，对，十点就末班车，所以十点之前一定要回到家。台中第一女中嘛，对对对，那个制服很显眼的，大家一看，哎，好学生谈恋爱，有，
不会这样吗？还好，很其实很多都这样。因为我们比如说在台北市以前看到北一女的，如果跟男生在一起，我们就对，有没有看错？对，是是是，你们台中没有这种？现在不会了啦。对啊，现在我们台中还是好，我们这边台中，我们这边哎呀，女邮差谈恋爱啊，知识太不行了。因为传统制服既定印象很会读书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啊，就比较不会谈恋爱啊。觉得那荣誉的象征，是是是。那你们家应该管很严吧？因为还蛮严的。那这个谈恋爱他们很开放吗？没有哎，我爸爸都会说大学才能谈恋爱，所以我就是瞒着他们，就是当作没有这件事情发生。反正我也住在外面啊，就是你们也管不到我。所以我住在外面，国中就住在外面。高中哦，高中这么过瘾啊？对，因为我是南投人，但是我高中在台中市念书，对对对对，开心了。那现在不是更奔放？也没有那么奔放吧。你曾经发，就是也遇到过一个很难处理，我觉得这个很难处理的事情，就是一对兄弟同时爱上你，对，然后为了你反目成仇，对，然后分家产，然后把家产全部花光，然后堕落在路边这样，哇，好严重啊，这么严重，你不要再讲了，这个可以写成剧本那怎么会这样呢？其实他们两个是原本是好朋友，就是我们以前高中是玩乐团的，然后他们是同一个乐团的这样，然后两个男生都喜欢我，我是跟其中一个在一起，然后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两个就从此就不再组团，然后就散了，对，哇塞，然后就各自去寻找他们其他的队。你这样，我们可以断言你搞不好毁了一个台湾第二个 China Blue 哎。或者第二个五月天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还罪恶感也还好。你是两个男生都没有在一起，有，他选择了一个，其中一个那更伤了。我现在在想，另外那个男生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 Heavy Metal 界，脸都涂得很红。他现在有女朋友，他也很好，也释怀了。对对对，不是你这么会念书、这么智慧的女人。你居然会做一个蠢事，砸下所有的积蓄去买礼物送给男友。对啊，这个大概是几岁的时候的事情？这就是大学刚大学的时候，刚奔放的时候。对，刚奔放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就很想要买给男朋友生日礼物，就是想要买给他超好，就是那种就是很疼他的感觉。开心。对对对，我就买了。你刚刚讲超好，我替你超跑。家里有哦，就是买什么大概什么样子？我买那个 Lomo 相机，然后它是限量版的颜色，然后还是有那个镜头组的哦，可以换镜头，对对，可以换镜头的那种，那很棒哎。要存钱，然后那时候刚大学，刚来台北，不知道怎么生活是什么样子，存钱的方式就会比较很可怜，没吃饭或者是走路，然后都不坐捷运啊，走路上学这种之类的，很激进的方法。省了多久？其实还蛮快，大概半年。半年，半年，你叫我们过这种半年日子，我们早就对啊，好像蛮傻的。不坐公车，不坐捷运，我也。那送他以后，他有给你爱的一发，惺惺相许啊。就是他很开心，然后后来那个相机也是我在用。那个相机是我在用的。因为后来把那个相机拿去拍那个解剖那个动物尸体。没有，请坐。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，好，百万订阅，我没得了。